好，那个这个，我们看这副牌怎么走，仍然是打掼蛋，急牌是二，急牌是二，现在他有一个配牌，有一对二，这只红桃二为配牌，三个 S，单牌是勾 K 六，这三个牌是单牌，然后四个圈儿，然后七八九三连对，然后也四个五一个炸弹，然后是三对二。三个四一对三，那么这个牌，这个如果你不变的话，那么这个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案，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案，就是说当别人出三连对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出；当别人出三连对，你可以出。但是我们看这个牌有什么弱点，就是这个太小了，这个三对二太小了，那你我们看这种配法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把它变成一手牌，看四五六单牌，然后七八，好，这边有一个炸，这个炸还是同花，还是比较大的。然后我们把它跟在这个可以让三四五跟在它的后面走，然后这边五六七八九把这个红桃二。把这个红桃二配过来，配过来就是这样，变成五六七八九，然后这样三四五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九，然后一个四个圈的炸弹，然后还剩三只单排，三只单排就是九勾 K 这三只单排，然后一只二十几排，然后这个牌的话应该讲，是比较理想的。这个，作为前面一种方案的补充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？好，就讲那么多。